大家来请下吧，参加咱们拜虎爷的祭祀活动啊。那么虎爷呢，是江户时代的民间信仰的一个神器，它是大国公和蛇王爷的坐骑，那就是一方守护神兽。那么大家今天来拜虎爷呢，首先可以保佑你们出入平安啊，无灾无难。那其次呢，可以让你们身边的是非口舌消散，小人远离，咱们得到贵人的福祉。 那么最后一点呢，就是拜虎爷可以带来财运，它这个财呢不光有正财，还有偏财，当然拜虎爷跟拜财是一样的啊。所以在今天虎爷华诞之际呢，咱们有幸就可以给虎爷敬献一个虎爷神袍啊，可以在上面登记一下。咱们敬献一个虎爷神袍，恭祝虎爷千秋华诞啊。那么接下来我送经的时候，大家只需要在心里想着你自己的名字。 家庭祝福，自己的心愿就可以了。咱们拜完以后呢，赶紧走上了虎爷金匾，然后就画掉。里面的小人，咱们和我们家的祖宗五年，画完以后呢，可以把天有吉利，让财旺财，一路发财，好运。后来大家给我一起跪在虎爷后拜三拜啊。 老人家做的，很美啊，很美。嗯，来，大家拜三拜啊！
全部自己做啊，手工做的啦啊。哦。慢看啦啊。对对对。多少钱啊？那个黄梨的多少钱？八块八。八块八啊，对。哦，发财的有没有 ？OK， 等一下我来买。来，咱们下面站三排哈，后面的可以往台阶上看。Sorry， 你走了。不用找了，不要找了。不用找了啊，对，谢谢啊。咱们拜完好以后呢，把你手上的土爷金纸拿过去化掉就好。里面呢，咱们开始诵经拜土爷。好了，来大家拜三拜啊！拜好以后呢，就去画你们手上的五爷金纸。那大家往前走啊，我给你们撒花给你们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财运滚滚，心想事成。
事事顺利，身体健康，事业有成，财运如意，万事如意。 带火也不带财，都是一样的，都是这些，给大家捎来。